点钱，中国超市的话，大一小也是路子。买了一大箱的吃的，这是中国超市买的。他买了满满一大箱子各种蔬菜呀、茄子。哦对，然后我老公这次还买了蓝科蟹，应该在底下压着呢。咸鸭蛋、鸡腿蘑菇、大白菜、豌豆角、小豆苗、上海菜心、菠菜、韭菜、香菜、豆芽菜、茄子。小袋的金针菇、玉子豆、大蒜、甜面酱、狗狗丸子、麻酱、山药、小南瓜、海苔、大虾、香瓜、火锅底料、里脊肉、猪脚。中国超市的话花了230块钱，就是买了一大箱子。其实我们一般就是3周左右去中国超市一次，然后添一些主食啊，比如说像米面啊，然后再添一些很多的中国的蔬菜，然后包括肉类，比如说排骨啊、里脊肉啊。一般牛肉和羊肉我们都在美国超市买。对，然后没有特别贵的，都是就是比较适中，大概都是说每一样大概2-3块、4-5块的那种。放手，你放手，他不可能放手，老公。老公，你不要，你疯了吗？老公，你不要这样好吗？这样很可怕。那你就带着他呗。又，都带我都起来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油焖大虾，还有蓝科蟹。你吃这个大虾？这是母的。蟹黄。我这块太烫了，所以我先吃这个大虾。看那姜丝切得多细，这么长。哦，这是个母的。贵呀，就是贵呀。回去腿。把绳扔掉了。哦，好烫！哇，真的好烫。我帮你。我帮你。我，你不也烫吗？你帮我，你不也得烫吗？筷子。Nice， 蛋黄，我太久没有吃到蟹黄了。我蘸下醋，蟹黄，太好吃了！哇，快看快看，哇，好吃。